首先先请洪敬尧老师请坐讲。好，哇，我觉得你的这个整个声音的控制力啊，跟你的这个基本的条件是很好的哈。一开始的这首歌，它大部分都是在高音游走。那我觉得第一个需要的就是那个控制力。我觉得这个如果没有一个相当的控制力跟功力啊，其实在一开始进来那边就很容易飘。那我觉得整个歌你在做的整个的控制力是非常好，但是可以加强的就是咬字，好不好？就是这一点。好，加油。一开始进来我也觉得哇，好像有一点这么一点味道，可是到了后面有一些抖音你好像抖了太多了，比如说看我的心肝为何在最疼，那个会让我们分神。小师，那本周你一定为牛能唱出几分呢？评审请给分。唱歌实力非常坚强，来自马来西亚的敏静，这周分数可以来到几分呢？89.3, 84.5, 86.7, 88，分数跑得非常快哦，89.8，还有没有？恭喜，89.8分。嗯，谢。我89.8，今这一次名次就会有点变动了哈。是，来先稍微回去休息一下，谢谢。谢谢。接下来要介绍的是，也是并列第二名的谢祥颖。